老二吃什么？老大，我想吃大龙虾。给你吃龙虾了。哎呀！老二真坏啊你，太坏了你。那我吃龙虾喽。哎呀，这蟹子也肥哦。来，把这开了。我就沿着一顿打吃大龙虾。我打你多大？你先来一口。味道不错。铁子们喜欢渔民生活的，一人一半。老二，这么火的菜不来点刺激的？有，老大给你安排上来。啊，好了。哎呀，枪林弹雨啊。味道不错。没什么。好不好，老大？味道也好。老铁们，喜欢渔民生活，给个小红心。面包蟹，大哥也不在，我也不投开了。啊，用它。哎。看看有没有高哈。哎。没有高，它有黄的，看看没有啊？老二，现在我不在，你自己偷吃了。老大啊，给我一点尝尝来。好。太狠了，老二你。味道不错，好不好吃，老大？好吃。老铁们，喜欢渔民生活的，给个小爱心。两个爪子，也不能降肥啊！您来一块，来一块啊！味道不错，来给您个腿吧。今天整个硬菜，这个怎么吃，老二？怎么吃？我来。慢一点，老二。你的口正小了。好，这是硬菜。放辣椒面啊，辣椒面。哎呀，我的天爷，我也得加点料。好了，太辣了，我也得放一点醋，凉拌酱油。尝尝老二怎么样？尝尝怎么样，老大？来个飞蟹哈，看看这个蟹子肥度咋样。哎呦，这个有黄有膏。哎呀，特别香。这是蟹松啊，这个必须要剥出来，老铁们，蟹松。给个双击哈，来，海鲜熟了，老铁们
看我老婆多好，今天给我整了个帝王蟹呀、啊！哎，别吃别吃，这留着当道具呢。不能吃啊，老婆。不能吃，不能吃。那你整它干嘛呀？留当道具啊。当道具啊？对对对。那不吃了，吃别的吧。哎呀，不能吃啊！不能吃，不能吃。不能吃，算了，那咱来个蚝吧，来个豪横的蚝，看看我们家的蚝啊。嗯，哇！刚才这个太瘦，老铁们接着开，看看这咋样？这个也比那个好那么一点点。哎呦，这个还瘦了。哎呀，嗯，但瘦归瘦，但是这挺鲜美的，老铁们。给个双击，给个双击，来，老铁们，大嘴唇子来一个，大嘴唇子，嗯，真香。这帝王蟹不给吃，那面包蟹总给吃了吧？吃给吃，但是要头开。必须头开啊！对，头开才香嘛。行，我头开，头开，头开，头开。香不香？咋这么香呢？好吃。头开的没错吧？嗯，头开的香还是。给个双击呗，老铁们。啊，你看这黄的高。哎呀，了不得了。有点烫，有点烫，老铁们哈。嗯，来，老铁们，海螺哈，咱搂一个，搂一个哈。看到没有，老铁们哈，海螺呢，这下边哈都是黄啊，这可以吃的啊。这个发绿色的呢，就是苦胆啊，你们不要吃，因为它发苦。还有呢，这里是肝，咱也不要吃，有点烫，咱也不要吃，因为吃的多，老铁们会头晕的哈。就这个，这是肝，好了啊，剩下这大肉啊，那这没毛病，赶紧搂上就完事了。嗯，来个大驴背，哎呀，这大驴背看到没？长胡子的老铁，看到没有？啊，哎呀，看看。
咱吃它就吃这个贝丁老铁们啊。看没有，这啥玩意儿？嗯，那真是好啊，好东西老铁啊。嗯，六六。大虾，还不大龙虾，再来个大水虫子，哎，有点烫啊，哦，嗯。有食欲给我个双击行不行，老铁们哈？哎呀，这超大个的海螺哈，老铁们花了俺100大洋，咱不能把它浪费了，是不是？还得接着搂它，一个太大了啊，吃不完啊。然后咱必须不能浪费嘛，资源关键是资源嘛，老铁们哈，看一下这大肉了。咬不动啊！哎呦，那非常是有劲道的啊，非常好吃啊，老铁们。嗯，太给力，老铁们哈。嗯，过瘾，真过瘾，给个双击。